有一個距離，有咗一個埋身，既冇文化，唔係喺地鐵嗰度打十幾廿分鐘，呢個只係一個。咁我哋講智慧術方面講係咩咧？睇個形勢。如果喺外國嗰啲啊，次次反反車喺度嗰啲，我都唔使睇啦。中國幸運開心。咁我哋講嗰個新年，嗱，好似我哋打個手不平衡，點解手不平衡我哋要咁樣練咧？依、這個就係話，依、這個就係打，好簡單嘅啫。我由一個真實嘅時間到到一個慢鐘嚟。如果我有腰腿功夫，如果我有一個好靈敏嘅，有咗嗰個推手嘅活動、活步動作、推手嘅基礎，即係我個動嗰個重心咧，自自然去邊度就去邊度，唔好有心無力。好啦，譬如佢話一個手揮拳，依個手可以點睇啊？靠輕啲咪應該，靠輕啲，咁其實運手。
喺拿字诀入边又有靠字诀，又有拿字诀。呢个拿字诀睇下你肯唔肯啊？我哋点样教旺角差佬俾人抢枪？拍上去度，抢埋，拍个手，呢个拿咗之后咧，如果你唔跌嘅话，真你唔跌话啊，多咗嚟啊！快点走啊，快点走啊，快点走啊。